哇，我这么漂亮的浴室，是不是以为我在哪一个豪华酒店呢？那你就错咯。今天让我带你看看位于 Moncara 最新的六星级豪华酒店式公寓长什么样子，而且只需要3500令吉的工期就能拥有这一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ffi。今天让我带你看看全吉隆坡最潮的新项目，它叫 Feederwood， 而且它的地点呢是位于投资者最爱的 Moncara 的中央，而且只需区500米左右的距离就能到达 MRT 以及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展览中心。Hill Metropolis 是一个75个 acre 全吉隆坡最大的综合性发展项目，这里将会成为全马最大的国际展览和贸易中心。整个发展除了具备相互连接的专属通道、MRT 3地铁、展览中心，还会有绿油油的公园，让你和大自然亲近。我们的项目也将会连接大型商场，让你步行就能买到各大品牌哦。Feederwood 主要有三条大道 ：Duke、Jalan Kuching 和 Jalan Dudamas， 区15分钟就能到达吉隆坡市中心。而且我们项目的地点是通往 Moncara 的必经之路。如果你不知道 Moncara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现在我就带你走一趟。今天我带你来看 Jalan Kara， 这里是 Moncara 最热闹的黄金地点，集合了国际学校、医院、商场以及各式各样的餐厅，是不是很美呢？现在就带你看看示范单位哦。我们的单位都是从82平方米至130平方米，今天我就带你看看一个豪华公寓长什么样子。我们这边是3房3厕，而且我们的间隔是非常弹性的，就好像这两步墙，你甚至可以把它敲掉，把它当成你的私人更衣室。一个豪华公寓肯定少不了一个舒服宽敞的阳台，就好像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将近5个平方米的阳台，可以让你看看吉隆坡的美景。住在这里除了可以享受日式温泉、希腊风格的泳池，还有亚洲第一个360度无边际空中泳池呢。回到家一边喝红酒一边欣赏吉隆坡美景，连在家都有好多景色可以打卡呢。拥有一个漂亮的厨房是每个女人的梦想，我们这里除了会附送你一个这么大的 island 让你可以舒服的吃早餐之外呢，还会附送你一个冰箱，而且我们走的是关闭式的厨房，里面还会送你全套的厨具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点击我们的连接，我们将会尽快联络你。